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橙子。今天啊是10月8号，星期五。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亚美尼亚的首都啊。今天非常的不一般。今天是环球旅行的第800天。啊，这个一不注意啊，都已经800天了。今天要出去犒劳一下自己，先去搞点东西吃，然后来个马杀鸡。我在地图上找了一家评分4.8分的，这个看上去环境还可以，应该就是这家店吧。我去看一下他们现在营业了没有。在地下室的，门也没开，因为里面灯好像是亮着的，还可以。Hi. Can I order now? Yes. Okay. 现在是营业的啊，然后我们来挑一个位置。Here. Okay. Do you have menu? Yes. Okay.一共有2份菜单啊，这一份是菜，这一份是酒。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冷的前菜，各种起司啊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哦，还有点小贵呢，7000多，4000多，就是50-60块钱到100块钱。前菜我不要，沙拉的话也是2-3千，哎呦，价格小贵呢。然后这里有热菜。这里有 barbecue， 后面是甜点。好，我来点个热菜。这个是什么 ？pork， 猪肉，蘑菇，牛肉 ，lamb， 这里是羊肉。我点个羊肉，然后再点个。点个汤吗？这里是 barbecue， 我们点一个。哎，这里有羊肉的，有羊肉的烧烤。要不我点个羊肉的烧烤，然后再点一个。这个是牛的肝，不要。牛舌，哇，这里有牛舌。我点个牛舌，再点个烤羊肉，然后我们再点一杯红酒吧。No, I you can order this one, beef tom, and lamb, barbecue. Lamb barbecue. Yes. Okay. 然后我来看一下红酒啊。Do you have red wine? Wine. Yes. You want red, rose or red? Red. Yes. Dry or semi-sweet. Semi-sweet. Yes. Okay. Semi-sweet Matevasyan. You can try this wine. Okay. And how much for one glass? One glass, 2,500. 2,500. One yes. glass. Yes. Which one? Can you show me? 1 minute.他这一杯，他说他要2500，2500的话，折合人民币那就是差不多30多块钱一杯啊，一杯。一般来说，一瓶可以倒个4杯，3到4杯的样子。尝一下。It's wine. Motivation, this one, OK. 这是亚美尼亚的，2017年的 ，OK.尝一下啊，这款的甜味不是特别的甜，稍微有点酸。Do you have other wine? Yes. Yes. One. 尝一下亚美尼亚的半甜怎么样？之前如果你们看过我的视频的话，应该都知道啊。世界上的葡萄酒的发源地
除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格鲁吉亚以外，亚美尼亚也是一样的，就是起源于格鲁吉亚跟亚美尼亚这一带。这个小哥说半甜的只有这一款。OK， 然后我让他把半干的给我尝一下。它这个半干的其实还可以啊，跟半甜的酸度差不多。How much for one glass？ 2,500。Same price。Yes. Okay, this one。我就点杯半干的来喝吧，正好搭配着那些烤肉啊什么的，比较合适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啊，就是红肉配红酒嘛，点烧烤的话。搭配的干红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先点了这个半干，就是介于半甜跟干型中间的一个，也是可以的。哇靠，2500一杯，2500折合人民币就是差不多三十多块钱。你们看，这么小一杯，就这么一点，他要收我2500。哎呦我的天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挂不挂杯。还行，你看还是挂杯的啊。哎呀放着等烧烤。今天啊不差钱，使劲造，大胆造，喝完酒再去马杀鸡一个，然后又要回去苦逼的剪视频了。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饭馆的场景吧，看一下他们的环境，装修的倒是还蛮好看的啊，还可以啊。 Thank you， 他说这个是送给我的礼物。然后我们过来看一下啊，它上面好像还有包房。这环境可以啊。他送的这瓶葡萄，哎，我为什么要用这一瓶？因为它这个容器就是一个酒瓶，然后把酒瓶一分为二的切开，就拿来装水果。这个我只能说是物尽其用，有才。哎呦，你看，切的还是挺平滑的啊，不会割手，废物利用，可以可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不对不对。我准备想说我是第一次吃亚美尼亚的葡萄，突然想起来我这几天住青旅，他们早上都有免费的水果提供，吃过了啊。现在呢，我们来尝一下他们这个葡萄怎么样。这个葡萄的酸甜度适中，不会出现特别甜或者特别酸的情况，拿来当普通的水果吃还蛮合适的啊。上次我在格鲁吉亚吃的那个小葡萄，那个就太甜了，特别甜，吃了一小串了以后受不了了，太甜，吃一点点还好，吃多了齁得慌。哎呦，我刚刚才发现他们这个墙上的装饰，哎呦我给弄掉了一块。他们这墙上的装饰全是这个酒塞，这上面也是啊，都是酒塞，还拼了点特别的造型呢。这应该是一个葡萄酒的氛围比较好的一个餐馆。这里有架老钢琴，
工作呢。来了，第一道菜，牛舌。它这个是炖的牛舌，里面有土豆，有胡萝卜。哎，忘了给他说少盐了，我不知道这个咸不咸啊。然后他还特别送了一杯玫瑰酒，应该是白葡萄酒，两杯。现在开始来踩坑，开动。哎呀，第一口先进这个汤，咸不咸？喝一口汤就知道了。太少了，没有尝到味道。再来一口。嗯，汤有一丢丢的咸啊。还行，菜吃上去还好，吃得下去。牛舌，谁说他们老外不吃牛舌的？嗯嗯，哇，这个牛舌好吃啊，软硬适中。嗯，有时好吃的。嗯，有时好吃。他还给了我一把刀，难道是让我把牛舌给切了再吃？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秀气啊，直接吃。还切？切啥呀？不存在的。嗯，这个辣椒有一点咸。其他还行，其他还行。来，走一个。这个酒的话，比坂田会要涩一些。但是这个酒喝上去有一点酒精的味道啊。这款酒的平衡做得不是特别的好。还卖得老贵了。还是牛舌好。嗯，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吃不完两份菜，怎么办？光吃牛舌的话，问题不大。这么一大盘土豆，嗯，我得加油。尝一下这个玫瑰酒，BBQ BBQ 来了 Thank you。 哎呦，这个好香。哎，我感觉这个应该比这个好吃。哇，烤羊排配上红酒，
没得说啊，兄弟们，没得说。看看这个羊排，闻上去非常香啊，吃起来味道也可以的。来尝一下。嘿，这个要什么刀叉？不需要的，直接上手啊，兄弟们。嗯，肉很嫩，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太咸了，太咸了，太咸了，兄弟们，太咸了。肉烤的还是不错的。哎呦，这一坨可以啊，这么大一坨，这个肉比较多。来搞一口，嗯，来一口，葡萄酒，红葡萄酒解腻。比较适合吃这种有油的东西。嗯，但这个这款酒不行，这款酒不行。喝第一口的时候还好，喝到后面那个酒精味就越来越浓了。这个酒不行。放弃了，还是用刀吧。你看，优雅。优雅啥呀，还是这么吃吧。嗯，爽。我现在好想哭。不是因为我被感动了，这个洋葱好辣眼睛，我的双眼已经饱含泪水了。洋葱好呛，嗯，看，他们亚美尼亚一般就是吃这些烧烤什么的，嗯，好咸。哎，刷，当，看溜不溜？这么一大盘羊排，这么一大盘牛舌，全给干完了。干饭王，干饭魂，每个人都是干饭人。再把这两个土豆吃完。就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了。他走过来拿了一个瓶塞过来，说是让我签名，嘿嘿。签完名以后，他把它放到他们墙上去。哎呀，我要给他签一个吧。大橙子，开车闯地球，嘿嘿。看一下你们以后谁有缘分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塞子。啊，他现在正在烧焦棒。OK， 我的名字就在这里了，你们看一下你们以后谁能看到吧。啊，这上面都是名字啊，原来目前来说好像没有看到中文啊。
没有中文，我估计是唯一的一个中文。哎呀，吃完饭悠哉悠哉的把一盘葡萄给吃完了，我这刚吃完呢，又给我送了一个冰淇淋，冰淇淋也是免费的啊。诶，我如果把这个倒上来，不就是红酒冰淇淋了吗？哎呀，吃的好饱呀，一会儿去做大保健的话，那个吃的太饱了不太好按吧。嗯，这个冰淇淋的品质挺好的，这个是好的那种冰淇淋，就是它的牛奶味就特别的正宗。嗯，这个一吃就知道是真的牛奶做的。哇，满嘴的奶香味啊。嗯，这个冰淇淋好吃的，你看它这个冰淇淋很结实，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用好的牛奶做出来的冰淇淋，这个一吃就知道非常的不一样。嗯嗯，可以可以。嗯，可以可以。结账结账，看一下，一共是10600吃了，加10%的服务费，然后就是11600块。11600，一万给他12000吧，剩下的当小费了。吃好了，现在准备往回走。12000的话，折合一下，相当于就是150人民币左右啊。价格跟普通的亚美尼亚菜比起来会偏贵一些。今天就不管了，今天奢侈一把。现在吃饱了就很爽了。早上吃了个早餐，午饭也没有吃，吃一个晚餐还可以了。